Diagram show a circle and a sector of a circle with common center 都是在 O. 它的 radius of the circle 是 R. The length of an arc PQ and RS. PQ 是3, RS 是8, 然后 QR 这边是7, 这个是 radius. 然后它叫我们找出 R 跟 delta. 所以 我们知道 S 等于 R delta 嘛。 OK, 所以我的3等于 R delta. 然后这边呢, 这一个的 radius 是 R 加7, 所以我的8呢, 等于 R 加7, 然后乘以 delta. OK, 然后它这一个会变成 R delta 加7 delta 等于 8, 这个是 equation 1, 这个是 equation 2. 很多学生他很可能会把那个 R 写成 subject 或者 delta 写成 subject, 其实在这一种题目他不用, 我可以直接 sub equation 1 into equation 2 了。 为什么呢? 因为我的这一个 S 等于 R delta, 这个就是3 了啊。 所以在这一边它就有 8 等于 3 加7 delta, OK, 这一个是3,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, 我有 8 减3, 那就变成 5, 5 等于 7 delta, 所以 delta 等于 5/7, right, OK, 好,就是这样, 然后我在 sub 我的 delta 等于 5/7 into equation 1的时候, 3 等于 R 乘 5/7, OK, 然后 R 5/7, 设了 R 等于 3 乘 7/5, 然后它会变成 21/5 cm, OK, 来 21/5, 然后它其实就是 4.2, 也是 4.2 cm, 所以我的 radius 等于 4.2 cm, OK, 然后它的 delta 等于 5/7, 对。 好,来,接着我们 B 的部分, 它要我们找 area of color region, 啊, area of color region 的时候呢, 其实, 我们其实可以这样了, 我直接在这一边, 它是一个三角形, 我找这个三角形, 剪掉这个 sector, 就是 area of color region 了, 这样就 sector 了, 所以我在这个 B 的部分呢, 我的 area of 三角形 ORS 呢, 是1/2 R² delta, 所以它是 1/2, 这个是 R 加7, 这个是 4.2 加7, 然后呢是 11.2, 11.2 square, 1/2 R square sin delta, sin delta, 1/2 R sin delta 嘛, sin delta, 这个 5/7 rate, 5/7, 乘 180 度, OK, 然后它这个是 128, 这一个其实是 128 度, OK, 这一个是 128.57 度, sin 128.57 度, OK, 这一个是我的 三角形, 所以它是 1/2, 然后乘 11.2 square, 然后再乘 sin 128.57, 所以我拿到的就会是等于这一个 49.03, OK, 所以它这一个是 49.04, OK, 04 cm square, 然后我的那个 area of OPQ, area of OPQ 是 1/2 R square delta, 4.2 square delta 是 5/7, 所以我在这一边 1/2, 然后乘 4.2 square 乘 5/7, 然后我拿到的是这个 6.3, OK, 所以这个等于 6.3 cm square, 所以我的 area for color region 会是等于 49.04 减 6.3, OK, 所以我刚刚这个 49.04 减 6.3, 然后我们拿到的是 42.74, 等一下啊, 这一个是 4.2 加2, 11.2, OK, 这个 4.2 加7, 来,等一下我看一下它的这个东西先, 这个是 42.74, 42.74 cm2,
OK，来我检查一下啊，它4.2加7，然后它会变成11.2，然后120，然后乘11.2 square，然后再乘120 r square 上一个大嘛，sin 那个是五百七，然后乘180度，乘180，所以它这个是49.04，对，然后。120 r square delta，然后这一个是120 4.2 square，然后这个是五百七，哦，这个五百七，我刚刚这边的它是这个五百七，我这边弄错了，这个是五百七，然后它要除开再乘180度除。3.142，然后再乘，所以是41.08，所以在这一边他拿到的是41.08，OK，这样才对，这边错了，这一个错了，这边也错了，OK，这一个是41.08，然后我的41.08减6.3，OK。41.08减6.3，然后他拿到的所以是等于34.78，OK，34.78，这个41.08，然后刚刚的这一个是507，OK，五百七，然后除3.142乘180，然后拿到的是40.92度。所以它其实是40.92度，这一个是40.92度，OK，所以它在这一边刚刚这一个是40.92，40.92，41.08，对，好。所以这一个就拿到答案了。